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世尊，愿我能够得到首楞严三昧，以这三昧之力能够化身到地狱，与那些受苦众生说微妙法，劝化他们发愿成佛。那些众生听到我的说法，即时就发无上菩提之心，随即在地狱命中升到有佛住世的世界，能够随时到佛陀身边听受佛法，随之安住在不退转地。对于那些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侯罗伽、
人、非人、天、龙、鬼神、夜叉、罗刹、毗舍遮、富丹那、杰扎富丹那、屠杀、魁快、商贾、淫女、畜生、恶鬼等等诸如此类的众生都是如此，都会成功劝化他们发心成佛。只要是有众生的地方，我都会变化成与之同类的形象去教化他们。世尊，无论是哪一类的众生，都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愿我能够恒顺其音声讲经说法，让他们产生欢喜之心，随之成功劝化他们发愿成佛，并在成佛路上不再退转。世尊，我要教化一万佛土所有众生，让他们的心念清净，不起恶业，没有烦恼和受到诸毒的侵扰，乃至于不让任何一个人受到烦恼魔、欲魔、死魔和天子魔的侵扰，更何况是多人呢？庄严的一万佛土之清净程度，可堪比美光明无垢尊香佛住世清香光明无垢世界。我自身以及眷属的情况跟狮子香菩萨的愿力是一致的。世尊，如果我的愿望能够实现的话，就让一万诸佛世界所有的众生都及时断除苦恼，心意柔软调伏，个个在于四天下界听佛讲经说法，度化一切众生，他们的手中自然而然得到种种珍宝、花香、抹香以及涂香，种种衣服、种种床幡都拿去供养佛陀，并发愿成就佛道。世尊，我今日已悉得见种种庄严三昧力的威神力，我要亲眼目睹我的愿望
得以实现。佛陀听完王子的陈述，说道：善哉，善哉，你以后摄受世界的周围10000清净庄严，在未来世中又教化无量众生，让他们的心念变得清净，还供养了无量无边的诸佛世尊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改你名为普贤。在未来世中，过一恒河沙等阿僧地劫，进入第二恒河沙等阿僧地劫的最后时间，在我们现在世界的北方，过60恒河沙等世界，有一个名叫知水善净功德。将在那世界里成就果位，号至刚口自在相王如来。引弓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，天人师佛世尊实德具足。普贤菩萨听完宝藏如来的授记，连忙拜倒在地，顶礼佛祖。如来即为普贤菩萨说了一段偈颂：如其善导师，以得如所愿，善能调众生，皆令得一心，度于烦恼河，即脱诸恶法，来世做灯明，诸天世人师。时会场中有10000人听到普贤菩萨发出的誓愿，心生懈怠，异口同声地说道：世尊，我们来世都在普贤菩萨所修集的庄严清净世界成佛，